请问这边买下来总共要花多少钱？我只剩下32,000，我还可以有机会去到第三岛吗？救命啊！89,900够哎。好像不能吧？我记得不行，他只能在自己家里。其实这边这个裙子还蛮酷的，它旁边有那个字。我光这样子买，其实我自己就有点扛不住了。你们再想想，像那些有钱人，但他们什么那个名牌，然后这样子买，我觉得好恐怖哎。有没有什么回馈折扣啊？打个折呗。至少贴补一下。5000块，这可能只够刚刚来回的机票呢。不如那这个啊哈，不要，这机票回去就没有了，不如再多抵一点好了。大侠起好，这一刻完不是这样说的吗？小本经营，你刚刚骂你的狼族，你这叫小本？那我才不信呢！就看在我这个荷包受人虐不得气，你就分点给我过过火呗。不如你再来一次刚刚的套路，明杰的楼盘呢，就一次花。5000坐个飞机就没了，你是否再多个几千呢？啊，对不起，80块。Thank you.
上抓的，这么多。好安静哦。多快！手机。有特别版的。对呀、啊，人家给我的。还有谁家？哎，我刚刚有一个蓝色的爱心，那个我有买吗？
等于等于两百。对。我看到那个没日语啊。应该没有同步吧？因为它那两个字，我想要哪一个都拿。